请大家身体动一动，准备下坐，体验动禅。身体放松，两脚张开与肩同宽，双手十指交叉，向前伸展，头往下倾，手臂与地面平行，背部后弓。清楚肩膀、背部伸展的感觉，双手缓慢收回，放在腰部的位置，手指朝下，头往后仰，身体微微前弓，体验身体伸展的感觉，再慢慢放松回正。十指交叉，向前伸展，体验身体前后伸展的感觉，体验全身运动伸展的感觉，慢慢放松，双手放在腰部的位置，头往后仰。体验背部，体验全身伸展的感觉，再慢慢放松，双手合十，十指交叉，向前伸展，清楚自己的动作，清楚肌肉松。紧变化的感觉，肩膀、手臂慢慢放松，双手放在腰部的位置，头往后仰，身体微微前弓，感觉自己的肩膀、手臂、胸口伸展的感觉。放松，回正，双手合十，双脚并拢，身体放松，两脚张开与肩同宽，两手自然下垂，右手手掌放在左肩，左手扣住右手手臂，身体缓慢向左旋转。头部缓慢转向右后方，清楚手臂、肩膀、背部伸展的感觉，放松，缓慢回正，腕边，左手放在右肩，右手扣住左手手臂。身体缓慢向右旋转，头部缓慢向左旋转，体验身体扭转的感觉。放松，缓慢回正，清楚全身放松的感觉。腕边，右手手掌放在左肩，左手扣住右手手臂，身体向左后方旋转，头往反方向旋转，肌肉放松，回正，双手放下，换边，左手放右肩，右手扣住左手手臂，上半身往右后方旋转，
头往反方向旋转，体验身体伸展的感觉，清楚全身运动的感觉，缓边，右手搭左肩，左手扣住右手手臂，上半身往左后方旋转，头部往反方向旋转，体验全身运动的感觉，体验身体放松、缓慢回正的感觉。双手合十，双脚并拢，动禅结束。